各位同修，各位大德，大家请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！我哋啊，今日接住嚟睇经文啦。四命中人唯得受身，在七识之内，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，一照福利就罢。阿弥陀经。今日咧，我哋接住嚟讲啊。呢段经文呢，就接前面所讲嘅。前面咧曾经讲过，人过身咗咧，会在咧阎罗王嗰度啊辩论，就系讲打紧官司。如果审定咗咗之后咧，其所有在身所做嘅罪业啊。就会判佢咧，我系受地狱或者受鬼道，或者受畜生道。所以讲呢段时间就会惊，自己咧就冇办法脱离啊。所以咧，只有盼望佢嘅骨肉，就系讲咧佢嘅儿女，你为佢做，去修复，嚟救拔佢。所以呢一段咧，我哋一定要知道。所以讲前面所讲嘅就审定咗，而家咧仲未判，未判，只是个日子未到，最多系49日。呢度讲亡者求救之时嘅，又系讲人在世间所做嘅业，极善极恶，唔堕咧中唔会堕落响中阴身里边，极恶的人咧。一边一死，就会堕落无间大地狱之中。咁极善之人呢，或者生在天上，或者咧往生净土。所以唯有作业啊，中庸的人呢就一半一半，正会生在有中阴身。所以中阴身有寿命，最极长呢就系7日啊。所以极长系7日，7日咧完毕咗咧，尚若果未得受生嘅缘咧，从中有罪死啦，复有生于中有，乃至咧到极到77日啦，就决定咧得到佢生嘅缘。总之入咗中有身就7日就会死一次，最长嘅命就系7日嘅啫。重复有7次的机会，如果在于7次的机会里面咧，都冇人嚟救佢，家属儿女唔识点样嚟做，所以讲咧，佢7日过后咗，佢就会死。死咗咧，正式啦，就会投胎噶啦。咁嗰阵时正计啊，投胎响边度啦？就根据佢生前所做恶嘅业。嚟做判断啦，所以呢段时间嘅好恐怖噶，所以我都恐怕自己嘅系恶多善少啊，在呢段时间就会转身做恶道，所以啊念念之间咧就会盼望佢骨肉嘅亲属为佢祝福，所以讲骨肉咧，如果系父母死啊，就儿女。仔孙呢啲就系嘅骨肉就过亲嘅，眷属咧就系亲戚咯，有同佢有关系嘅亲戚啊呢类，意思讲佢热亲嘅人，同一亡者热亲，同佢做咧嘅得益咧嘅机会咧就越高，而疏得越远嘅咧，你同佢做咧。就难，因为点解？咩原因呢？就是因为咧，同佢越亲嘅人嘅恩啊，就越近。佢做起嚟嗰种诚心啊，真诚嘅心咧，就越唔同。打个比喻咁讲，如果自己儿女
你为自己的父母来做。咁你知，如果而家知道佢嘅父母呢段时间死咗啦，系佢知道佢真系堕落罪，等住去投生在地狱之道。咁做儿女嗰种心态系点样嘅咧？一定好紧张嘅，一定好真诚嘅。所以亡者咧得到咧就越快。如果同一个朋友，朋友咧，毕竟咧同自己嘅亲生儿女就做个比较咧，就相差好远嘅。朋友咧最多系帮你做系会帮你做，但系嗰种心咧就会意思讲，我最多做朋友嚟帮一帮你嘅啫。但系如果佢攞唔出嗰只真好恳切嘅心嚟为你咧，你得益就好渺茫。所以呢个道理咧，我哋要知道嘅，所以讲呢段时间自己冇能力咧，就必定要求人哋啦，同佢祝福，系修福咯、啊，所以祝福有个福力咧，就能够救百气咯、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所以救百咧，已故之先人咧，在亡者后咧，七七日里边啦，为佢做功德，依即系所以讲为先人之亡救而，所以集论咧啊，极住七日，或有终夭者，此若宿得生善缘者说，若过七日不得生缘，必定命中回生终有，如是辗转乃至七分。更不得过，所以呢段咧就讲明咗，如果亡者死咗七七日里边咧，佢咧就会入气；如果有生嘅机缘咧，佢就超生；或者过咗七日啦，呢生嘅缘咧冇咗，就必定命中，佢必定就会死。所以我仲翻嚟中游，如是咁样辗转啦，乃至七番就七次咯。最多不会超过七次的机会，所以一定要知道。咁啊，《释时要南》啊里边都有讲，人亡每至七日，必迎灾追见，或之离灾，又云咧灾七。呢段经文咧就系咁讲，由此中有啊有七日嘅死意，或者以此离者啦。有二业啊，可转中有嘅种子，便以咧二类啊，中有生啊，今寻经子啊，极善恶无中有，激受咗中有生，即系中下品善恶业也。所以故论言啦，二业可转也，如世七日，所以七日斋福是中有生死生之债啊。以善追助，灵中有种子，不转生恶气故啊！经文咧就咁讲，所以由此日啦，又是此日之福咧，唔可以怠慢。就系做儿女咧，就知道人死咗，在呢段时间里边咧，我哋咧就唔可以怠慢，就系讲唔可以唔关心，当系一个好简单事。你咁样处置唔得，所以而家嘅人咧唔听经唔明白，唔知道人死咗仲有咁多嘅时间，就系等待儿女咧嚟救度佢，就系简单讲就系叫超度，点样嚟为佢做啫？但系如果一般人唔信咧，佢一定讲人死咗就已灯灭，以为人死咗一了百了。就冇有其他嘅事情啦，好多人咧会咁样思想。咁亡者已经段段时间，自己在生前又冇修，恶嘅就咁多，你谂下点样？系咪好紧张？系咪好恐怖？所以呢度讲，如果儿女嚟信佛，明白佛教嘅道理，亡者就有福。
为什么？因为他听经他明白啊，父母过身了这段时间应该是处境是怎样啊，那他就知道怎样来为你做啊，多多少少都会懂为你做。肯定呢明白了 佛的道理的人呢做起身就越理越法，知道怎样做。如果没有听经没有闻到佛法，那他来为你做呢一般上呢就用世间法来做，就肯定用道教的方式来跟你做，这样呢不如理不如法，亡者就很难得益。那亡者很难得益呢就很难超生。如果没有信教的还更加惨，就更加不用做。不信教什么宗教都不信的呢绝对不会来跟你做。如果信基督教的更加不用说，他最多唱支歌仔给你听，那你不用盼望有得超生。基督教唱歌给你听嘛，唱支圣歌给你听就你好行了。行在哪里？你估唱支歌仔是上天堂啊？那么简单。事实上你看我们不是讽刺人家，是事实的。以前我未出家之前呢，我朋友的亲人过身了，咁佢过身咗就推教堂啊，个棺木啊推教堂啊，由屋企出殡咗，先到咩？到教堂先，到教堂大家啊嘅教徒咧嚟同佢唱支圣歌，唱咗个歌仔唱完咗啦，啊就推嘅火化就咁烧。你估呢段时间超生冇你谂啊？如果生前善唔系好大，上天堂咧系十善业，你十善业唔齐。你就冇上天堂機會，我係照佛教的角度嚟講，依個標準嚟嘅。有生前雖然你入教啊，但係你唔係真正去修啊，你十善唔具足啊，咁冇機會上天。如果真又唔能夠超生嚟講，你諗下亡靈係點樣樣咧？在一啲中陰身嘅時間係點樣咧？所以其他宗教咧唔同你講中陰身嘅事情，所以我哋佛教就有講到好清楚。所以就我怎样儿女来为这个亡者来做，所以你又明白了，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绝对就不懂做的了。所以如果你家的人没有人信法了，那你就好自为之的了。今天听我讲经啊，你的后路就没有人帮你的了。那既然没有人帮你呢，你不用盼望你儿女会帮你了。所以现在你在生之前呢就为自己先超度先啦。先同为自己超度啊，我上一期就讲过啦。点讲为自己超度？先同自己造福。布施啊种种啊修福以自己的名下做。做咗就是你嘅，但去到原来嗰度有数界。原来讲你做过乜嘢打开嚟。我做过咩善事，念过咩经啊，修过咩行啊，又做咗咩啊。法宝流通啊，供养佛堂啊，点点啊，起佛堂，全部有晒。咁有数原来哦，好大福报，你超生啦。咁你就唔使盼望你儿女噶咯。如果你生前乜嘢都冇做，以为讲啊留低一大堆钱啊，但系死咗等我儿女同你做啊。如果佢真系睇中你嘅钱，唔识同你做，好咯。系咩后果？留低俾咗人哋，人哋唔识攞出嚟布施啊，唔识为你名下同你做啊。有几个儿女啊？分到晒，一针都冇剩俾你。嗰阵时你就盼同你做，你仲叫挖出嚟俾你？唔好打咁样望住我。嗰阵时你响下边就急嗰啲咯，你仲要留死衰仔，我留多咁多俾你，点解唔同我做啲功德？几兄弟姊妹分到晒，好咯，你生前系咁计噶。好多父母咧为儿女就咁样，辛辛苦苦挨咗一世人。啲悭食悭用唔识用，就全部财产全部俾晒佢，割晒俾佢啦。如果你哋死紧咗，在中阴身嘅时间，真系在阎罗王好似上一期我讲嘅审判咗啦，五样齐全啦，咁点好？点好？翻又唔翻得嚟？就算翻咗嚟啦，每个七翻嚟一次啊，你叫佢啊，佢听唔到，点解？你唔系人咗啊嘛，你又不是人又不是鬼，
所以你讲嘅嘢唔知道，你有叫佢啊？你睇得到佢，佢睇唔到你啊？因为佢都冇信，咁人死咗就好灯灭，一了百了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原因啦。所以讲咧，我哋咧就知道自己先为自己嘅未来咧做好嚟，就唔使等你嘅儿女嚟同你做。如果你儿女有孝，知道识点样嚟同佢做咧，你咧仲有好大嘅希望。啊，讲俾你听。所以呢度有讲《灌顶经》里边讲，若人啊临终未终之日，当为烧香。点灯计名额，以塔寺中表册之上善名过番转读尊经，仅三七日，所以言者命中之人在中阴中身如小儿，罪福未定，应为修福，愿望者神迹啊，便生十方无量赤土啊，成此功德必得往生。就是亡者在世啊，若有罪啊来讲呢，应为他堕落百难之中啊。咁我哋同你挂番啊，点灯啲功德啊，必得到解脱。若善啊，原生应生啊，父母在逆方啊，不得及生啊，以藏灯嘅功德皆得直生啊，无得流难。若得生已，当为人造福德之子啊，不为邪鬼之所辩得啊，得辩啊，种族豪强啊，是故应修翻登功德。诸名过者，修行福业至深，恳切啊，应待亡者悔过重罪啊。罪教即灭啦，为亡者修福，以享圆人啦，无不获果啊！比如啊，世间犯罪之人啊，心中思维亡诸亲属啊，求诸大力咧，教其危恶啊，今日烧香望得解脱，为亡者啊清其名号咧，修诸功德啊，以福力之力咧，原是解脱，以福如是咧，净生十方。无缘不得，经典里面记载就是这样，就是讲人死了之后呢，在临终还未断气之日呢，如果跟他烧香点好香点灯在佛前啊，供灯啊，这样呢就是如果在塔寺之中呢，他挂长幡藏幡啊，咁样嚟供养，咁或者同佢读经，读一本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或者就三七日里边，或三七日可能叫三日，或者七日，可能三七二十一日里边咧，呢、这个人如果命中咗之后咧，佢在中阴身之中咧，本嚟嘅身啊就好似细佬哥咁大啫，最多系三尺。一个小儿的身，其实罪福还未定的时候，我们应当为其修福，愿这个亡者的神迹就是讲他的魂魄能够生到十方无量的刹土之中，成持功德必得往生。所以今天经典讲的供佛的功德非常之大，所以很多人不明白，以为讲在佛前点一盏灯，就以为讲咁小嘅事情，就有咁大嘅力量。但系大家要知道，唔系咁小嘅事情得咁大力量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最重要嘅系在你嘅诚心恭敬。所以如果我哋有真诚心、有恭敬心，攞一盏油灯嚟供养在佛前啦。咁你又得到呢个供佛嘅功德嘅福德好大啊！所以个亡者咧就能够占到呢个功德咧，就能够超生。
所以讲供佛的功德是最大。虽然佛不在世了，但是佛像呢，佛的形象啊，仲在世间。所以虽然你见到佛的形象在这里，你不可以当它是纸或木头。我们应该是诚意的，它直情就是一尊佛企在我们面前。所以我们以最至诚、最恭敬的心点一盏油灯去供佛呢，你就得到这么大的功德。所以人家说佛门修福啊，最快的。虽然眼前看不到啫，未后啊，这些功德呢就很大帮到你。嗯，你福报很大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就知道读经啊。所以说若亡者在世啊，若果气有罪恶啊来讲呢，本来应该堕落向恶道。那就因为你跟他供养翻灯的功德，其实就必得到解脱。若果生在善啊，若善缘应生啊，父母在逆方啊，不得及生。意思讲，如果你的父母是在善道的，其现生在善呢，你的父母已经死了，在其他的地方的境界来说，其不得即刻就能够往生呢。那么如果你跟他挂返点灯功德，其计得啊及生，就很快就能够往生，没得留难，其不会停留在难的角度，难就讲其不会在受苦的角度，其很快就能够往生。所以若得以生意啊，当为人做福德之子。若果系如果系投可以投胎啊，做出生啦。如果系嚟做人嘅嚟讲咧，佢一定做咧系有福德之子，就是、有福报嘅仔啊嚟投生做人，不为邪鬼之所得便。种族豪强，意思讲你。其跟父母来做这些事情呢，亡者死了，既可以出世有福德之子，绝对不会做邪鬼之所得便。总之邪鬼呢不能够呢侵犯其。所以种族呢，其的种姓啊就是很尊贵的豪强。所以事故应收藏翻，应收翻督公灯的功德啊，诸名过者修行福业，自心恳切啊，应待亡者咧悔过重罪啊，啊罪垢即灭。所以我哋咧在呢段时间做儿女嘅，应该咧同你供养翻啊，同埋供灯嘅功德，俾呢个命过命中过咗嘅者啊，命呢个人已经死咗嘅咧，仲喺修行嘅福业啊。啊！我哋仲有自心好恳切咁嚟做做，啊，代望者做。仲有一件咧，最重要系悔过重罪。悔过重罪咧，就系同佢忏悔。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同亡者忏悔，儿女代替忏悔，应代亡者悔过重罪。所以儿女知道肯同佢做呢个忏悔咧，其实罪啊就能够灭咯。罪滅咗就能够超生，所以你冇个睇个忏悔咯，好简单嘅事咯。忏悔系一个好重要咯，所以好多人唔知道点样为亡者忏悔咯。所以我哋周氏咧帮你做临终助念咧，就先一定要同亡者忏悔，因为我哋一生人啊，多多少少咧，今一生啊都有做咗多少罪业。所以就应该是为他忏悔。所以我们有时帮你临终助念，有些一生做了很多恶业，我死死不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有些人，你们世间人看不到，不知道，因为世间人的智慧浅薄，以为个个人都好像 很善良。所以有时我们看那些人死了几日几夜都死不弃，你知不知道？拖啊拖啊拖啊！正所地藏经讲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！你知唔知道？在咁样情景之下，应该点好？生就生，
唔能够再恢复健康啊！我死啊，又死唔气喎，在半天跳嘅时啊，正惨啊，你真正痛苦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啲人过去就只系度日度一日啦，好似过一年啊，咁痛苦嘅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所以我哋咧知道话，应代佢忏悔，叫儿女代佢忏悔，真心同忏悔。但如果系未断气之前咧，你同佢做就最好不过。所以同亡者讲，或者同病者讲，啊，而家咧叫你儿女代你忏悔，忏你过去生中或者今生所作落嚟嘅罪业，我诚心忏悔咯。啊，我哋念一句，你能够念得出嚟啊，跟住我哋念。如果唔得，你心听住记住，咁你真诚肯忏悔咧。所以我哋往往帮佢做，诚心同佢做几次。咁亡者呢、这个病者啊，就好快咧就过身啦。所以忏悔嘅力量咧好大。我哋咧无论做咗咩罪业啊，如果肯忏悔咧，你就有得救；如果唔肯忏悔咧，你就有好大嘅苦等住你受。所以我哋佛教徒咧，应该我知道嘅呢个问题啊，唔系迷信啦。我帮人做过好多次啊，以前啊。我帮佢忏悔到一半嘅啫，帮佢念忏悔文，叫儿女嚟代表。念到一半啫，未念晒，其实天气咗，好快。平常仲要拖好耐啊，拖咗几日咧唔气啊，气忏悔真系死啦。咁我咁嘅例子我做过几个，以前我亲手去帮佢做，亲身体验过嚟嘅事情，所以呢啲好重要嘅。所以应该为亡者咧忏悔佢嘅重罪，因为我哋一个人在呢世间咧多多少少都做过，嗯，仲有缩细嘅咧，呢条数都未计，就计今一生啊，从我哋出世嗰日到今日啊，到死啊，嗰日仲有罪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嗯，世间成一般上啊，唔信佛嘅。从一出世开始杀生噶啦，你满月嗰日啦又杀，好大咗啦，结婚咯又杀，死咗咯，请人客食又杀，死咗仲杀，你知唔知啊？为你杀啦，结婚庆祝啊又杀啦，出世啊庆祝啊又杀啦，你讲从出世杀到晒杀到尾，你知唔知啊？杀到死嗰日仲杀啦，呢啲唔系罪咩？一般上啊，大家系咁样嘅，嗯，你哋以前未听经未信佛，你结婚时系点啊？系咪杀几多位？请几多位杀几多位啊？系咪？做大寿时又杀，请客系咪从头杀到尾咧？你讲，你唔得唔认啊？地藏经讲啊，凡杀生就落地狱啊！地藏经里边讲啊，凡食肉啊落地狱啊，唔系我讲啊，地藏菩萨讲噶，啊，唔系我想恐吓你啊！地藏经里边，照地藏经嘅理论讲，凡系边个食过肉嘅，唔系嗰食剩只啊，食少少，凡食过肉嘅众生就落地狱啊！我前面地藏经里边讲嘅，唔系我讲嘅，信好唔信好。如果你唔信唔服，你带落去问地藏菩萨好啦，你唔好问我啊！呢啲事情唔好嚟问我，我唔系地藏菩萨，我照佢嘅话讲俾你听啫。所以呢段时间啊，为亡者修福咧，就等于讲呢个人啊在远方，佢咧等人嚟救。意思讲，我哋帮佢修福就寄钱俾佢，打个比喻讲，先寄钱俾呢个远方嘅人啦。咁佢能够获得呢个果咧，其实就能够超生，就比如世间嘅犯罪之人，心中咧每日就思维紧、盼望紧自己亲属啊、儿女啊，佢有求佢哋嘅呢啲嘅大力啊，嚟救佢啊出嚟呢个危险恶难嘅之间。所以今日咧烧香啊，望得咧解脱，为亡者。嚟清佛嘅名号咧，修诸功德咧，以福德之力啊，
原事解脱，系就系咁样嘅缘啦，佢正能得到解脱，依服如是啊，佢咧就好快能够往生到十方，所以无缘不得啊，冇讲唔能够得到嘅。所以点咧，我哋咧一定要知道点样嚟为做。再嚟讲做七啦，做七咧系应该点样做呢？所以做七之俗咧，源自佛经啊。根据咧《优婆塞偈经》里面讲啊，若父丧儿啊，堕饿鬼中，仔为追福，当知积德。意思讲呢部经里面讲咧，若果父亲已经亡咗啦，丧咗之后已经死咗啦，系估系堕落喺饿鬼道之中咧。如果仔啊嚟同佢修福啊追福咧，嚟同修福咧，佢一定会知道，知道系能够得到。跟住有地藏菩萨，地藏经讲，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里边广做众善，能使诸众生永离恶气，得生人天，受圣妙果，现在见熟，利益无量。啊，地藏经里边都有讲，在七七四十九日里边帮佢做咧，广做众善啊，广做咧系不定嘅，在四十九日里边咧。盡能夠同佢做好大嘅好多事，能使時之眾生啊，已經墮落嘅眾生啊，永離惡道，唔會墮落響惡氣嗰度，係能夠得生在人或者天上。受咧就享受呢啲最殊勝嘅妙樂。咁家屬咧，現在嘅親屬啊，就能夠得到利益嘅無量。由灌頂隨緣往生。十方净土经里面讲啊，命中之人在中阴中啊，生而小儿，罪福未定，应为修福。愿望者神啊，便生十方无量赤土啊，成此功德，便得往生。同前面所讲嘅一样。跟住梵网经都有咁讲啊，父母、兄弟、和尚、阿世利亡灭之日。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，依应读诵讲说大乘经论，斋会求福，行利自生。呢段嘢就系讲《梵网经》讲，如果我哋父母啊，或者我哋嘅兄弟，或者和尚，你嘅师父啊，或者系阿舍利，你嘅上司啊，亲自指导你嘅教授你，呢啲出家人已经往生咗，死咗啦，亡灭之日已经死咗嘅日子，应该在咗三七二十一日，或者在七七日里边，应该系同你读诵经典，或者讲说，请人嚟咧嚟同佢讲经，讲咩？讲大乘经律，讲大乘经好，讲戒律好。仲有咧，共斋啊，共斋就是共出家人，共用出家人设立一个斋会嚟求福。所以讲有一个福行咧嚟自生啊，所亡灵咧在呢段死咗之后就能够超生。所以个好多功德可以帮助讲经啊，共法啦，共真，共用三部功德系最大啊。所以而家現代科技好發達，可以印經，攞亡者嘅名嚟同佢印經，但係我印正法咯，正正式嘅佛法咯，正法咯，唔係印嗰偽經咯、假經咯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所以亡靈咧就能夠得到功德啦，所以咁多部經咧都要咁樣講，所以個人死之後咧，由上可知啊。人死后七七日里面家属应该为亡者修福作七，所以讲使其能够早日生到净土，用念佛的方法咧嚟帮亡者咧系最快嘅，在其死日呢段时间，所以我哋咧点解咁样大力提倡嘅临终助念嘅用意咧，就系帮一啲亡者自己平常咧唔系好用功修行嘅人。乃至有些一生前都没有修行，
如果在临命终这段时间还未肯定你的罪业之前呢，如果有家属有朋友亲属你会遗弃的，念佛做功德亡灵多多少少都会占到很大的利益，都能够超生。所以有些佛教徒虽然表面上讲信佛学佛，但是那种心态一点都不慈悲，以为我们这样做临终助念是在呃人的。我说我们做可以呃到你世间的人，但是绝对呃不到亡者。亡者死了之后在这段这样情形的时间，他知道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去帮人做这些事情，我们的就不在乎世间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。我们呢是真正的为亡者，希望亡者不堕落在恶道，最低限度生在人间或者上天。如果他能够接受念佛叫做世界最好不过了。所以我们团体组织这个助念团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不是一般的其他佛教徒妒忌心，自己不慈悲去佛心帮人，还是诽谤讲我们设立的助念是呃人的，以为说念佛哪有那么简单就去到世界。因为这些人说这样的话是绝对不信佛的人，他不相信阿弥陀佛，不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，又不相信地藏经所讲的，地藏经的地藏菩萨所讲人死之后应该怎样为他做，我全部是印经记典来讲的，不是我自己自创的。但是现在目前的社会呢，有些人表面讲他是信佛、有些人说他很圣诚的佛教徒，其实做了呃人的事情，到处批评。我跟你说这些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我可以大声讲一句给你听，这些绝对是魔子魔孙的，是邪魔外道，正如说这样的事。在这些这样的事情呢，我碰过很多了，这几年里面、碰过很多次、这样的事情。这里可以讲一句给你听，是这样批评又不敢亲自来见我，就在背脊指指点点写啲文字啊嚟批评诽谤。如果敢做敢坏嘅，咪光明利落行出嚟咯。我讲错边度，大家咪坐嚟辩论下，讲下我错喺边度，我呃到你边度。所以讲而家嗰啲佛教徒就系咁样啊！我讲到晒一句就系妒忌心，一啲咧都唔慈念。不悯念众生，所以佛的悲心啊，无论你是哪一类的众生，在这七七四十九日里面，你堕落这段时间，如果有人帮他，他不知道多开心啊，多感激你啊。所以现在目前的佛教徒呢，根本就不是以这样的心态，以为一个人一生做恶啊，应该死的啦，应该落到地狱啊，堕落十八层最好啊，冇出错啊，咁样的心态。咁我哋一伸出个手去救佢，就讲我哋咧就假嘅，呃人嘅。所以而家目前好多咁样嘅佛教徒啊，尤其啲在家居士啊，多到不得了啊，以为识少少就扮代表啊，到处诽谤人哋啊，到处批评人哋啊。又不敢光明正大企出来讲啊，写埋一啲纸啊，偷偷摸摸摄落我哋信箱啊，就嚟咯。我就咁样光明正大就交俾我啦，大家坐住嚟倾啊，嚟辩论下睇下，又唔敢喎、写埋嗰啲无聊嘅字条，写埋一大堆，就摄落个信箱，又咁交俾你，又唔敢写名喎、如果你咁正当嘅嚟讲，如果你咁正当，写埋名啊，写埋地址，写埋电话，
社民冇一间佛堂嘅，又唔敢喎，社民一堆堆废话，我哋又唔受呢啲影响嘅，但系我哋一样继续做。我可以讲俾你听，呢啲系做毁谤佛法，妒忌人哋。其实咧讲咁样嘅话，净咁样嘅意思啊，就系咩？就系消灭紧。所以讲我讲呢啲就讲狮子虫食狮子肉就系咁样啦。佛在三千几年前就讲啦。所以有人啊讲经说法去教化众生，想帮呢啲临终死嘅人，希望佢哋咧唔好堕落在恶道。呢啲咧地藏菩萨嘅心，都系诸佛嘅心。诸佛嘅悲心就系咁样。我哋虽然凡夫冇咁嘅能力，但系我哋最终行道咧，我哋出翻少少我应份做嘅工作。但系嗰啲人唔参与，冇想做喺后边咯。讲到批评到我正宗道场，好似啊系呃人咯。但系讲翻转头，我呃到你哋边针钱？你哋边几个嘅钱俾我呃咗？系我哋为你服务，冇收你嘅钱啊！你冇搞错咗啊！我哋同你做事啊，冇同你讲条件，冇同你讲价钱啊，唔好似其他噶一场啊几多千几多万啊，少一个崩都唔得啊！我哋有冇？冇啊！我讲呢啲第日呢啲死事一气就会谂到噶啦啊！当年啦，唔使我同你计，阎罗我同你计。如果你今生走唔甩嘅死，肯定阎罗我都等住你，因为讲一切业自己作，第日自己受，唔系我害你。就是因为你心术的问题，表面上讲学佛，其实学到咩？学到妒忌心，学到成个心啊，好唔甘愿。我今日讲出嚟，我唔系惊你以后再继续毁谤。我讲你最好做多啲，你做多啲，我业障消得仲快。我系多谢你添啊，嚟唔切啦，我唔会妒忌你嘅。我就可怜啊，可怜呢啲人。害啲愚痴众生啊！所以今生咧就必定系咁样嘅事情啦。下一世嘅后果嗱，仲严重啊！唔使我同你讲，到时呢啲我冇权力，系阎罗王嘅事。正所谓佛经讲，相信因果咧就自作自受。如果我在欺骗你哋众生咧，但系呢啲因果都系我自作我自受。我的人咧就光明正大。錯字對住你所有動心，但係呢個帶出嚟可以流轉全世界，對住啲全世界人講，我絕對唔會偷偷摸摸嘅，好似嗰啲人愛做又唔敢光明正大，寫明嗰時要攝嚟，攝佢攝佢，真可憐啊！如果係男人大丈夫嘅，咪行出嚟咯。如果呢個帶講出嚟，你傳咗俾你聽，唔服嘅就上門嚟。我几时等住你？事实啊，正不正？正嘅咧就唔惊邪嘅，邪嘅就肯定惊正嘅。如果你讲你好正嘅，我就呃你，你大家错埋你，我边度呃到你？我边度讲错咗？睇下边个事实，边个唔事实？所以个真金啪啪红炉火嘅，值得肯比较嘅；假嘅冒充火，绝对唔敢比较嘅，唔系同你斗。所以而家末法時期就已經係咁樣嘅情形咗。所以我哋做咗臨終助念，目的咧就係想幫人，在呢個臨終呢段時間最需要人哋救佢嗰陣時候，伸出個手啫，你救佢啫。我哋嘅感覺咧嘅角度，跟我學嘅，我哋組織嘅助念，就比如有人跌落大海啦，我哋坐喺船上面啦。明字睇嘅集跌入大海，我哋仲伸出个手嚟搭救佢上嚟。你谂下，我哋呢啲佛教徒值得赞叹么？唔值得赞叹。所以而家佛道就是，你沉落去你嘅时候，我上咗岸好啊，我上咗船啦，你慢慢死，你唔好搭上嚟，上嚟等我多你一个沉咗船，大家一齐死。佢肯定系咁样思想嘅。我自己坐上船好啊，你唔好再上嚟啊，推到上推你落去。如果俾你啦，一个船啱啱好，多咗一个就沉船，你宁愿你死好过我死啦。所以而家佛教徒嘅思想就系咁样。
我告诉你。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，听经呢，看经书啊，识啲唔识啲啦。所以个佛教最惊系呢啲啊，识啲唔识啲啊，正得人惊，你知啊？讲嘅好识又唔似，讲嘅完全唔识又唔系。意思讲，我讲你聪明你又冇资格，讲你蠢你又会嬲。最大家伙就系艰难就呢啲人啦。所以讲咧就唔甘面啦，气未知道人死点啊？我咁讲，第日死到临头死就知道我讲嘅话。我可能第日死就谂到，哎呀，当年啊毁谤咗法先师啊，而家惨咯，求咯。就算你毁谤我，如果真系你啊，你揾到我，我哋一样帮你嘅。佛教嘅精神就系咁样，我哋帮人哋，唔好去分彼此利我。我系冇时间做，但系我助念田咧。肯定会帮你，你哋肯接受，我哋肯帮你。如果你家属唔肯接受，冇得讲，因为你死咗冇人肯帮你，你家属又唔肯嚟，到此为止。第二个业咧，只有自己去受。所以我人死之后咧，除了大恶之人即刻落地狱，念佛之人即刻能够生西方净土，唔会经过咗中阴身之外。所以一般人咧，即进入中阴身，在中阴期间啦，总共咧有49日，记住咗49日。我哋儿女咧49日唔系在七根子正做啊，系日日我帮佢做啊，每一日我同佢做啊。所以讲每七日咧，佢会经历咧一次生死，等待啊转生嘅机缘。就等機會，所以我人事故人亡啊，每至七日咧，應該咧嚟到認齋，就做翻追見啦，就做超度，嚟講做功德，以嚟利益呢個亡者。所以我做七嘅要點咧，就以下咁解釋俾你聽。做七通常咧係禮請法師啊，或者嚟到屋企啊，或者嚟到去喪父啊。或者在家属咧，到寺院啊，或者道场啊，去做法事，或者家属咧自行咧以灵前咧念佛回向，呢啲都可以。咁样做亲咧，嗰日咧应该咧准备咧六样菜一碗饭，啊一盘四果，啊四果就随便，咩生果都冇相关，两束鲜花，一双筷子嚟咧。见个亡食啊，就俾个亡灵啊，就供亡者嘅。咁啊，仪规咧就简单，大部分咧一般上都系咁做，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萨三遍。咁啊，念咧波耶南无波耶回向佛菩萨三遍。咁啊，心经一遍，往生咒啊，辨食真言，甘露水真言，普供养真言。各三遍，然后赞佛记，跟住咧就念佛，就回向啦，啊就简单就做完啦，啊每日做七，每次做七时就咁样做，我一日做一次都得，睇你嘅时间，就做亡者嘅，咁啊做七嘅算法咧，应该系好准确，而且咧唔可以为咗求方便，偷日感时。啊、有些人就是说问我这个问题可以提早没有啊，提早就说提早做晒，有些人感时缩短时间不得闲就感时了，以一周里面呢做完所有的七，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一个星期跟你做晒七次了就够搞定了，后面就不用跟你做了，有些人为了方便自己啊，这样做的亡灵很难得益，所以有些民间的造成的世俗来说，依死者受依的层数来定的、啊、一般世间人以亡者死了后穿的衣服穿受衣的层数来定，穿三层者就做三船、啊
着五层者做五旋，而不可取。啊，而就讲一旋咧，就以十日咧为一旋。如果系死咗嘅着寿衣嘅几多层？三层嚟计咧，咁样就十日咧就佢做，咁样就着三层就做三十日，就做三次啫。如果亡者年纪过大啲，就着五层，五层咧就做五次，十日一次，咁样嚟计咯。所以至多最多系做四层嘅。甚至咧认为亡者男性啊，男性如果未满十六岁咧，女性未满十四岁咧，唔可以同佢做，就唔可以同佢做七。啊，有啲嘢咁计。所以有啲又以三七。啊，三七叫咩七？叫儿女七，啊，就是、女儿七啦。咁样仔女同佢做嘅。咁四七咧叫咩？叫乞衣七。啊，五七咧就会叫孙女七。啊，此计唔符合佛法嘅意义。呢啲系世间道法、世间法啦嘅一般嘅戒法。啊，就咁做三次。所以我哋佛法咧唔系咁讲，佛教上唔系咁讲，做七嘅算法咧如下：以今日嘅日子嘅时间，就系讲以今日嘅子时啊，子时十二点啊计起，就半夜十二点计起，一路到明日啊，明天明日嘅子时，一日为戒，所以讲一日一夜。所以十二点半夜十二点计起到天日嘅十二点就叫七啦，一日呢一日咧，嗯，我哋系佛教讲就以亡者今日如果系星期五往生嚟讲啦，嚟讲咁样下个星期四就叫头七啦，啊，所以每个下个星期四咧最大二个叫二七啦，如此咁样一路推累。咁计落去，总之啊，星期三过开咗十二点，星期三十二点过晒啦，就星期四嘅凌晨开始啦。十二点一过咗就叫凌晨啦，凌晨嗰阵开始就计星期四咗噶啦。咁嗰日星期四咧，一路到星期四嘅夜晚黑十二点。如果过凌晨嘅，最过咗星期四嘅凌晨都过埋啦，就计星期五咗啦。嗰日嘅大八日咗，你知唔知啊？唔系计第七噶啦，所以计啊计识咁计。凡系咧，每个星期四嘅凌晨开始就计其亡者一日嘅七啦，头七开始，第二个七，第三个七。总之七个七都系咁样计，啊，你有明白？所以亡者在七七期间咧，家属咧应该同佢持斋、食素、广行众善，每日念佛嘅功德回向，啊，咁样已经结婚咗者咧，我暂时分房离婚。点解我咁样咧？因为经做七嘅时候，呢段时间咧，亡灵翻嚟，如果见到男女就发生关系，佢会投胎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会产生一种欲念啊！因为人点解会投胎转世？因为我哋每个众生就有咗呢啲欲念。如果在呢段时间见到男女就发生关系，有咗欲念，佢会投胎入个胎。咁投胎入胎咧，佢咧就会变成啦。入咗胎啦，唔能够超生。咁样戏嘅角度咧，就睇到咁样嘅事情。所以在呢段时间啊，乜嘢动物都唔可以发生，你知唔知关系？唔好讲人类啊。如果咁啱啊，俾咁讲啊，俾咁讲啊，听好啲啦。俾咁啱啊，在你屋企啊，有猫两个响发生关系，那个亡者翻嚟啊，睇到入咗胎，一出世变咗猫仔。因为有肉念啊，呢啲好似个磁力啊，个磁铁啊，索气啊，佢自然走入去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所以讲在七期间咧，
做儿女嘅就必定咩？嘴劝嘅爱守守戒。所以个佛教讲俾你听，俾你知道呢个原理。我哋就响希望在做七嘅时间里边咧，尽能够为亡者修福。佢每个七一路修福，佢慢慢慢将业障消除嘅福报增加，到七满咗啦，佢咧就早日会投胎去善道咯。目的是咁样啫。如果我哋做七里边咧，每日仲同佢念佛，回向功德俾佢，系开示俾佢听明白，叫佢求生极乐世界。如果忘念一接受，其实咧就好日早日投胎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